下一个路口，这里吗？王子饭店啊，是不是那一家？啊、哦，不是那一家。啊，下一个路口左转啊。对了，还没有到啊，还有一段路啦。左转右转直走就对了啦。左转右转。走斜线的这个，走斜线。哪有？有了，可以走了。因为他人车分道啊，那李小路就在那边啊。对啊，我们可以走。你要走进去啊？要吗？不要。不要。哈哈。不要了，就走这边了。李小路走出来，还是要右转回来这一条路啊？下面那一条右转。李小路出来，对啊，没错。出来还是要右转啊，接这前面这一条路了。对。昨天不知道大通公园那么热闹，不然昨天晚上就应该出来。哦、我不晓得这个状况啊。昨天那时候啊，昨天我坐那边也没有看到、啊，没有看到那边的情形。可以第二点去。到了，看到了。对啊 ，Prince。Prince， 他那个他顶楼还有一个 Sky Bar， 这样子、啊。就是那个、就是可以看那个整个那个市区的，那个有的，我看他。就是丢那边要收钱。看护还有专门学校。对啊。看护都要训练。看护就是护士吧，还是看护啊？不是，护士归护士。就是看护啊。他们看护就是那个看护、啊，对吗？你看这个，括号啊，公园专用。公园专用，所以不能随便丢啊。你看这个。哇。是这个啊。哦。这边那间就是啊，这间啊，这间医院啊，这间啊，对，它盖远的嘛，盖远的。我们等一下吃饭是在几楼啊？一楼啊。一楼，那直接去吃饭的、啊。对啊。这饭好像还要写东西。写什么？我看它上面这个，你看。那不是券啊，餐券啊。应该不用写吧？等一下就。不用，就给他就好了。那餐券啊。那个就是餐券、啊。